晨，阳光洒向大地，沉睡的城市渐渐苏醒。烟火缭绕的早餐世界早已忙碌多时，在这充满朝气的美味中，总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从谷物到面粉，从食材到技法，各地怀揣绝技的人们将面条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端上人们的早餐餐桌，诉说着故乡的味道和童年的记忆。百变的面型，多样的工艺，丰富的浇头，在你的记忆深处，是否也有一份割舍不掉的面条印记呢？中国人爱吃面条，各地的人们都有独到的制面绝活。作为面条的主要食材，小麦在几千年前从西亚地区跨越了千山万水，率先踏足了豪放的西北地区。秦川麦穗飘香，老秦人用奇妙的技艺创造着变化万千的面条，其中有一碗面，它以相声词作为名字。这陕西人们都爱吃这面嘛，吃不烦嘛。搁点辣，再倒点醋，拌一盘辣子，红醋好。陕西话就是撩炸了，油泼辣子 biang biang 面，老陕们的最爱。一个立刀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这就是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一个字，将山川地理尽收，这是何等气概！从小在西安长大的汪峰，对这里的面有着自己的理解。要做好扁面面，揉面是关键，一定要反复的搓揉，把它这个面揉光揉到，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好吃筋道。做扁扁面讲究一根不断，一碗三根，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滚油。油泼辣子最能激发更深层次的麦香，跟老秦人爽朗淳朴的性格不谋而合。2002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嘉遗址发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证据之一。千百年来，面条在中国人的巧手中产生了多样的做法。山西人制面，面艺卓绝，展露无尽巧思与深厚文化韵味。他们用各种简单工具，甚至空手做出形态各异的面食，用铣床做出豆面米煎，用筷子做出馍擦擦，手掌轻推，轻轻一甩，便能做出山西有名的烤姥姥。
而大同人最爱吃的还是刀削面。服务员，来三碗刀削面。好，三碗刀削面来。这个我们刀削面吧，在高峰期间呢，速度很快，一分钟能吃200多下，就这样忙不过来。大同人做面是有些绝活的，超过5000克的面团被扛在师傅左肩，右手握刀，手起刀落，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削出的面条精准地飞入锅中，中厚边薄，棱锋分明，形似柳叶。一碗刀削面，演绎出江湖快意。山西刀削面的绝活扛在肩上，但兰州人的制面技艺不仅在手上，更在汤里。师傅，下个大筐，下个三鲜面烧去。师傅，下个菊叶辣椒烧一遍啊。兰州这座城市的清晨，是被大街小巷里弥漫的牛肉面香气开启的。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一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兰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面馆和面型，肉蛋双飞是兰州当地吃牛肉面的标配，一碗面加肉加蛋，好吃管饱，营养丰富，迅速吃完抹嘴走人，给后来者腾出位置是兰州人的美德。除了几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从业20多年的马小军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可以展示一个敲面人，就是三角形的。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400克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把面的长度都精确到近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做出的荞麦棱口感精爽弹牙，有棱有角的外形还能附着更多汤汁，让味道更加浓郁。不过兰州牛肉面的诀不止于此，清汤的奥秘竟是肉汤与血水同比例入锅。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质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在中国北方，人们常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兰州人回到家乡最爱的还是用兰州的水和兰州的面煮兰州的牛肉。用兰州的热油和兰州的辣子做成清晨的那碗家乡味道的
牛肉面。随着小麦进入中原，河南成为最大的产区，制作面条的技艺也有了一个特有的名字——烩。这种将面条与肉汤及多种食材以旺火同煮的烹饪手法，短时间就能上桌，成为郑州人早餐的一部分。用嫩羊肉和羊大骨煮出白似牛奶的浓汤，这对河南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汤锅前的翩翩起舞才最见功夫。筋道顺滑的扯面是里子，煮到酥烂的大片羊肉是面子，一众配菜则是锦上添花。这份仪式感和幸福感是郑州人骨子里忘不掉的家乡味道。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筋道的诠释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人追求的是筋道有豪迈的口感，那么南方人更爱的便是细腻中的柔韧。福建莆田人制作出的线面不仅随便一根就有6米长，还能经受住挥甩打转磨的连环柔韧考验。什么人不会动啊？在泉州开启古城生活的早餐面线糊，制作工艺讲究的是精细，面条细如发丝，甚至细可穿针。而在江苏镇江，当地的锅盖面追求的是筋道爽滑，做面利用杠杆原理跳面1.5小时，反复挤压面团变得光洁而富有弹性。煮面还要大锅里放小锅盖。这就是我的天赋，这是不会碰的。筋道爽滑的面条搭配江南的本地物产，清晨来一碗锅盖面，就是独属于镇江人的幸福时刻。好吃吗？好吃。如果说面条千变万化的制作工艺是中国人创造力和多才多艺的鲜活证明，那么结合地域物产的巧妙运用，无疑是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为早餐的面条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东北的黑土地盛产玉米，鞍山人把玉米磨成面，运用独特的汤套和世代相传的手艺，将这简单而质朴的食材转化为清晨的一碗酸汤子。把面放在手里，左手搓，右手发力。高手攥出来的汤条甚至能在锅中绕好几圈。猪肉大火爆香，搭配嫩滑多汁的蘑菇，酸汤子的味道层次变得丰富，口感醇厚。让人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鞍山特有的滋味。
延吉的周边盛产荞麦，当地人把荞麦面与各种粗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幻化成独具特色的地标早餐——延吉冷面。我们冬天吃冰镇西瓜，吃冰棍儿，喝点啤酒还得大碴子，对，带冰碴子。冬天也来吃冷面的，是纯正的冷面的爱好者。崔基玉和高凤烈母子俩共同经营冷面店有30多年。他细，我是快。我一直看他急，所以我就慢。性格互补的母子二人，一快一慢，各司其职。做面就是母亲的拿手绝活，荞麦面条主打一个筋道，以白面打底，淀粉增强发泡，地瓜粉增稠，橡子粉着色，荞麦面增加口感，最终面条是否筋道，煮面起着关键作用。拉面，慢慢往里塞塞。煮面第一要素，快。手速要与压面机速度相匹配，以确保压出的面条均匀且不断。而调味环节，则是儿子的修炼场。最少是380斤牛肉，能酱出来200多斤吧。牛大骨和瘦牛肉，是冷面汤味道的基底。熬制4小时左右，待牛肉彻底卤熟，下入用鸡腿肉制成的肉丸，充分吸收高汤中的醇厚滋味。最后将底汤倒入大缸，沉淀最佳风味。这个冷面汤味儿我看挺好的，90分吧。冷面的绝妙还在丰富的配料，大片的酱牛肉片是点睛之笔。荞麦面质感粗粝，吃前先用剪刀剪断，带着冰碴的酸甜牛肉汤，将冷面的味蕾体验推向高潮。这是独属于延吉人最深沉的记忆。新疆伊犁、吐鲁番等地，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盛产姜黄。喜欢艳丽色彩的新疆人，常在面粉里加入姜黄作为面条的染料，一道道金黄的面条，仿佛阳光下的麦田。演绎成夏日别样的早餐。各地丰富的食材，不仅为中国面条本身注入了多元化的口感层次和风味维度，更实现了味觉与营养的双重升级。相比北方，南方人在一碗面条里很少拿面粉做文章，而是把焦点放在了食材上，于是汤和浇头成了主角。在无锡，人们甘愿用一道道传统名菜与银丝面搭配。年过七旬的胡法金大爷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从19岁开始就练习五行拳，而他的真实身份是无锡城里做面的顶尖厨师之一。在他眼中，无锡人早上吃面，浇头一定要精致而大气。无锡排骨它没有醋的，这个呢糖醋排骨呢糖
醋，最后吃到一点咸，它是复合味。糖醋排骨与银丝面是一对经典组合。当浓鲜的骨汤被小排吸饱之后，淋上麦芽糖汁，不仅为小排注入了甜蜜，也让糖醋排骨变得更有光泽。讲究吃鲜的无锡人还将鳝段作为银丝面的浇头，只需一勺酱油就激发出鳝段的本真滋味。江南经典名菜炒蟹粉同样是银丝面的好搭档，将蟹黄蟹膏中的油脂慢慢逼出，橙黄色的油光就是鲜润的标志。江南人的温婉与细腻，从一碗银丝面的浇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在江苏省的南京市，街边的皮肚面以皮肚做浇头，凭着量大实惠，鲜美至极。行走江湖，让南京的早晨充满市井气息。用皮肚炸的好，炸的好，特别脆。这皮肚没有嫩与无腻，然后也蛮脆的。皮肚面顾名思义，其特色和精髓肯定就在于皮肚。皮肚晒干中油炸，炸的火温油温相当讲究。大块肥猪皮煮至半透明状，晾干后还要进行两轮油炸。温熟了的，然后再炸，皮都软了。冷水泡软后切条，与青菜一同跃入热锅，猪肝、番茄、木耳为一日的活力增加能量。猪油的醇厚与辣椒油的热烈是碳水化合物的完美伴侣。大片的卤肉如同多巴胺的使者，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感。这份幸福也让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找到生活的动力。中间拆迁了，人很少，我们就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做了，就他吧，他就互相支持。他讲：“哎呦，那你回家你要饭了。”是为生活吗？生活总是如此平凡，柴米油盐周而复始，如同柔软的晨光，照亮着每一个日常的角落。对于以热辣著称的川渝地区，人们吃面条追求的是麻辣鲜香。辣椒油、芝麻酱、肉末、川东菜等十多种调料，赋予了担担面麻辣鲜香的独特口感，成为了成都人早晨安逸生活的最好调剂。你以为四川的面条只有麻辣吗？仅与成都相距100多千米之遥的乐山，面条却做出了一种神奇独特的口感，甜辣。清晨的乐山老城里，少了些许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一份勾起过往时光的瞬间。这里的一家甜水面馆，没有招牌和菜单，更没有丰富的配料，却透着一丝甜蜜。筷子粗的面条在一搅一拌中，洁白的面条立马染成油亮的灿红色，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增。好好吃哦，40年了。
吃了就去上班，香得很哟，巴适得很咯。嫁到乐山四十年，又吃了四十年了，甜哦，甜蜜蜜的生活。老板，还不得甜水面哦？没得了，卖完了。都卖完了？哦，没得了。甜水面，一种川西传统拌面。码头城市大多有拌面风尚，而在市田的乐山，甜水面落地生根，具有完全不同的风味。甜字当头，回味无穷是核心所在。切好的红糖汇入酱油，在锅中加入高筋面粉一起熬煮，比例、火候、耐心皆为关键。每天限量，一般就是四碗面粉，基本上是十到五斤的面粉。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手腕子痛，就是揉十到五斤面，就基本上二十碗的面。年过七旬的陈德钦奶奶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小店，一天早上只卖二十碗。凭着秘制甜酱、酱油、蒜油、辣椒油、芝麻，就能让看似简单的手工面成为一方招牌。我们是七六年结的婚，很恩爱，很可以，我特别会照顾他。我们又不存钱，只要我们有就是三四千块钱，我们就出去旅游去了，就经常关门，我们很随性。老两口把生意做得随心所欲，日子过得悠然自在，让人无比羡慕。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坚强。我是个女儿死了，九七年。要十九岁，得了败血症，也类似的走了嘞。心头还是很不是爽的。你看，我就说一说，我的眼泪都可能流。岁月静好，老两口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着这家充满温情的小店。他们用心制作的每一份甜水面，为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每天的第一份美好，也唤醒自己对生活的热爱。面条是中国人智慧与自然的结晶，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而来，滋养着无数人的清晨。在每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中，不仅增加了我们一天的能量，更感受到了中国人对食物的深刻理解与创造。面条，平凡中的不凡，简单里的智慧，是每个清晨最温暖的问候。